一种萝卜好吃到用水果命名，它就是凤梨萝卜。一口下去，脆甜爽口，清甜的汁水灌满牙缝，生吃呀，这是比梨都甜，比苹果都要脆成，含糖度可达10度以上，通体都是紫红色，红皮红肉，富含满满的花青素，不仅好吃，还营养含量丰富，常吃呀，比敷面膜都管用。种植方法简单，好管理，出苗后4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。纯杂交的好种子，适应性广，南方北方都可种植，新种子就在下方小黄车。